糖葫芦，四根，一会儿把它都干掉，把它都干掉。糖葫芦，先吃一个。好的。太满足了，我刚才尝出来吓死我了，然后回来还有，我先再吃那三根的。我看时间应该是够用了，我不快进了，是差糖葫芦。我今天去做手指甲了，反正低血糖，浑身都是汗，我缺糖，所以吃点糖葫芦。嗯，有股味。有点酸爽的啊！哎，到刚开始吃的时候真好吃，到后边的时候真的是酸到牙。小朋友可不能吃这么多糖葫芦啊，牙齿摔坏了。